乡读书会，聪明有书会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蓉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。阿达叔叔，哎，你看，有樱花，你去日本赏樱花？不是，我朋友在今年的时候他们去雾社拍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根本不用到日本去看，我们台湾就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可以赏了。你知道这个是埔里到雾社那段埔雾公路两旁种的樱花树，你知道那些樱花树怎么来的吗？自己长出来的？怎么可能？不是。我知道，林务局种的。不是。难道是公路局在开路的时候种的？错，正好相反。公路局那时候拓宽那条道路的时候，把山路两旁日本人种的樱花树全部都砍光了，才不是他们种的。那是谁种的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今年91岁的王爷爷种的。王爷爷种的？嗯，没错。阿叔叔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因为他花了20几年，种了3-4千棵樱花树。3-4千棵樱花树，好了不起哦！对呀、啊。哎，阿达叔叔，难不成你认识这个王爷爷？我还写了他的故事。真的、啊？对。小朋友来了，我今天就跟你们分享王爷爷的故事。太好了！我先去开门。Hello，欢迎参加烤箱读书会。喂，你们在看什么啊？来来来，借我看一下。哟，奖状哎。6年2班学生张大威，103年度第一学期扫除工作认真负责，表现优异，足堪表率，特攀此状，以资表扬。好厉害呀，大威哥！打扫干净就能拿奖状，这么好。这学期我们被分派来打扫区域，常常有人吃完东西就乱丢垃圾。但是学校规定就只能花10分钟打扫，我们只好牺牲休息时间再去打扫干净。是啊。啊，那么宽。大家都在休息，你却去打扫。其实也还好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，打扫干净，这是应该的。后来被老师发现，学校就特别颁给我们一个奖状，一张奖状。呀，虽然说是自己该做的本分哈，可是我觉得他愿意多花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觉得也很不错啊。嗯。大卫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跟阿达叔叔聊起一个在山上种樱花树的王爷爷，你跟他很像哎。没想到我们烤箱读书会也有一个扫垃圾的大卫哥，还扫垃圾的大卫哥，不要闹了。等一下我就来跟你们讲那个在山上种樱花树的那个王爷爷的故事。听完以后你会知道大卫其实很不错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做点心吧，走，做点心。那个爷爷该不会叫樱木花道了？你漫画看太多，樱木花道都错。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80克，糖粉35克，蛋黄1个，低筋面粉150克，泡打粉1/4小匙，蛋白15克，草莓粉5克。阿达叔叔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樱花形状的饼干吗？对啊，我不是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老爷爷在山上种樱花树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特地去找来这个。Sakura， 哇，好有 feel 哦！樱花的造型的饼干，对，那樱花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粉红色，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些草莓粉。那如果你买得到樱花酱，好，如果你去日本啊，或者日本的那个超市买得到樱花酱，有一种樱花酱是有点半透明的，但是里面还有樱花花瓣的那个，可以拿来加进来，所以那个饼干就会有樱花的香味。可惜我买不到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做，对，我们就用草莓粉来代替，然后它会有点粉红色，也很香，所以你们吃到的是草莓口味的樱花，好特别，对，从来没有看过草莓樱花，所以我们先把糖粉跟奶油拌在一起，可以直接用糖粉我考你们，可以直接用大家伙去打它吗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它翻出来，因为它是糖粉，会糖粉把它拌得差不多之后呢？才可以用这个打，不要，好了，这个来，小尚给你高速打，加油，小心哦，我觉得大家伙要飞起来了，不用打到很空啊，就是把它打均匀了，然后奶油有一点变淡了，变白了，变淡了就可以了，可以把蛋黄加进去，好，开始打，快点打。大卫，你真的要帮他？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快飞起来。
把这个草莓粉红色的草莓粉也加进去，对，全部。哦，好香，蓝色，蓝色，很香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以了，泡打粉跟面粉怎么样？塞进去，来，一眼来，我要用墙壁小姐，我也要用，变成一个小山丘。好，记得不要一次把粉通通加进去，免得它到太干你就救不回来了。对，那你就可以做这些点心。面团还湿湿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再加一些。我要帮忙。我有说过面团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 OK？ 不粘不粘。对，不粘。阿大叔叔，你变成阿大爷爷的时候，我们都变成饼干专家。哦，最好是。小尚，我等着你的饼干。对。我还不确定怎么做。好了，也没有不粘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已经不粘了，这就表示 OK 了。不粘。嗯。好，接下来把它擀开。呜呀呜呀呜呀呜，大概0.5到0.7公分啊，来压下去，你们盖实在太慢，可能要盖到明年我们才有樱，明年樱花开的时候，这个饼干才会好。好来，阿达叔叔压到了，你还讲我们快要压到，好。都弄好以后，这是蛋白，对不对？不要。上面刷一点蛋白，烤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光泽。不要。所以只有上面那一面，对，涂一层淡淡的蛋白，那烤出来就会有一点光泽。好的，来，好，我们放进烤箱，用180度烤25分钟。25分钟。对，然后就有很多樱花饼干可以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听那个王爷爷在山上种樱花树。你知道他种了3000多棵哦，很厉害耶！好，走，我们去听他的故事，走，去听，走。阿大叔叔，你不是说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你写的那个王爷爷的故事啊？对呀，你知道，从埔里啊，到雾社。有一个爬山的山坡道，对不对？如果对你们到你们每年一月去那边的时候啊，就会看到满山遍野的什么樱花，对，非常漂亮的樱花，满山遍野的樱花。你看这么漂亮的樱花，你知道这些樱花都是一个王爷爷种，然后种了3-4千棵樱花树，所以后来阿达叔叔把他的故事写成了这本书。爷爷的樱花道，对，爷爷的樱花道。好，我念给你们听。只要看见山路两旁的樱花树在向我招手，就知道爷爷的家快到了。这些樱花树从育苗到栽种都是爷爷一手包办哦。爸爸小的时候，爷爷就开始种树了。他种了25年，种了3000多棵，直到去年爷爷生了一场病。爷爷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，本来连床都下不了，可是就算在医院，他的心也在山上。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常常说，哎呀，那些樱花苗啊，没有人照顾不行哦。于是呢，他就逼自己下床走路，从一小步一小步到每天要走10000步。现在爷爷再也不用去种樱花树了，但每天还是会去那条樱花道散步。在爷爷眼中，那些樱花树呢，就像他的家人，陪伴他，开花给他欣赏，让他有好心情。樱花树呢，也是我的家人，因为我一出生他们就在那里咯。每次回爷爷家，我都会跟他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家人。清晨5点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背起小竹篓，跟着爷爷到苗圃。爷爷答应今天让我自己种一棵樱花树。我小心地把树苗挖起来，用干草包裹含土的根部，再和铲子一起放到竹篓里。离开前呢，我还从爷爷的工具箱上的小盒子里拿了一块小木牌。我们沿着溪流往下走，爷爷虽然还是得拄着拐杖走路，脚步却比以前快咯。我们身旁的树渐渐从翠绿转为粉红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已经走进了爷爷的樱花道。我们来到爷爷最钟爱的那棵树下，这是爷爷种的第一棵樱花树，他特别为奶奶种的。爷爷说啊，只要看着这棵树啊，就觉得你奶奶在对我微笑呢。树旁的小木牌上写了一行，
爷爷为奶奶许的愿望，希望阿英的笑容啊，永远像春天的樱花树那么美丽动人。我虽然没有见过奶奶，但是我相信在爷爷心中，奶奶永远像盛开的樱花。爷爷开始种樱花树就是为了奶奶。爷爷说奶奶非常喜欢樱花，他们结婚以后搬到山上，奶奶最喜欢的就是山路两旁盛开的樱花树。可是后来为了拓宽道路，那些树全被砍光了，所以当时爷爷就许下一个愿望，如果可能，将来一定要恢复樱花道的原貌，让奶奶可以好好欣赏樱花树。爷爷边走边说，哎，你奶奶说啊，樱花树其实就像人生一样哦，春天的时候花朵盛开像美丽的少女，夏天呢绿叶青翠像充满活力的年轻人，冬天呢虽然树叶掉光了只剩下枝骨，却像经历风霜的勇敢老人直挺挺地站着呢。我告诉爷爷说，我最喜欢樱花凋谢的时候，飘落的花瓣好像围绕着我飞舞的小精灵呢。爷爷说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带你看几棵特别的树哦。他带我走到马路边，那边有几棵歪歪倒倒的樱花树。爷爷说，这些树啊救过很多人呢。这边的山路啊，弯来弯去，常常有车子一不小心就撞到，就差点会翻落山谷。幸好都被这些树挡着，不然他们就掉下去了。我伸手摸着布满树干的伤痕，心里想着，不晓得那些被樱花树救过的人有没有回来谢谢他们。可是啊，爷爷叹了一口气说，树会疼惜人，人却不见得疼惜树。爷爷说的没有错，每年花季的时候，山上都会有很多游客，可是很多人喜欢折樱花的枝子带回去，所以爷爷只好在山上巡逻。爷爷说，但愿有一天，大家都会把树当成好朋友。爷爷又在许愿了，我突然想起竹楼里的那个小木牌，等一下种树的时候要在上面许什么愿望呢？这是爷爷种树的习惯，他每种下一棵樱花树，都会在树旁插一个小木牌，上面写着种树的日期，也写着他的愿望。他希望家人平安健康，朋友幸福快乐，也希望山林永远青翠，人人心存感恩，大家都能好好珍惜这块土地。我们又往山下走了一小段路，来到我最熟悉的那棵樱花树旁边。哎，我的树哎！我兴奋地说，它又长高了。这是爷爷在我出生那天为我种的树。我蹲下来把插在樱花树旁的小木牌擦干净，看着爷爷为我许的愿望，上面写着，希望阿德啊永远像夏天的樱花树充满活力。我放下竹篓，拿出铲子，在附近的空地挖了一个小坑，种下我一路背来的樱花树苗。接着我又拿出自己准备的小木牌，在上面写下日期愿望，插在树苗的旁边。他写什么你知道吗？希望爷爷永远像冬天的樱花树那么坚毅勇敢。我一边写一边在心里祈祷着，但愿爷爷可以健健康康地看着这棵小树苗长大。我们收拾好工具，一路上山回家。阳光穿透了漫天的樱花洒落下来，眼前是一片璀璨缤纷的粉红。我呆呆地看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，该回家咯。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也仰起头对他笑一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小小的樱花精灵随着微风轻轻地停在我的额头上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想不想看王爷爷长什么样子？有照片？有，来，王爷爷这花很漂亮，有没有？王爷爷在这边。好，给你们看王爷爷长这样。你们觉得王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珍惜土地，然后就是让这个世界更美。哦，珍惜土地，然后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，对不对？不要让这片土地这么好。如果王爷爷没有去种下那些树，对啊，现在结果是怎么？光秃秃，光秃秃的，光秃秃很容易造成什么？土石流，土石流，土石流。阿大叔叔，你这样让我想到一句话。哪句话？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哦，说得好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前面的人就
比较辛苦，比较辛苦，然后去照想别人。哦，前面的人比较辛苦，他付出，然后为后面的人着想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愿意当前面的人，还是愿意当后面的人？前面，你愿意当中间的人？不行，你愿意当前面的人还是后面的？后面。来，等一下，丽妍说她要当前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可以告诉我比较有趣，比较有趣啊。后面的人比较无聊，就只能坐在那边乘凉。乘凉。那如果今天也让你们种一棵树，可以许愿吗？对，可以许愿。你要为谁许愿？许什么样的愿望？会为两个哥哥许愿，希望他们在那里，在美国，有平平安安，然后很好的家庭。好，来，你要为谁许？你要为外公许啊？因为外公现在在美国，然后生病，生病，所以他许说健健康，健健康康，然后早日康复。OK， 还有呢？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好环保，然后才能延续地球的生命，然后也对后人有帮助。你是环保小尖兵哎！来，金玉呢？还有，我要对我的家人。你要为你的家人许什么愿望？就让他们就是可以很健康。OK， 很健康。我想要为就是在有一些地方有战争然后的居民许愿，因为有时候战争会无辜波及到他们。希望他们能够平安。好，所以其实你看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以后是会有影响。王爷爷那个时候种的这些树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有很好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现在要当个前人哦，好，你想想看哦，你现在要当一个前人，你要做一件可能对后面的人有影响的事，你想做什么？王爷爷是种树啊，你想做什么？资源回收吧。资源你要做资源回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地球就是觉得地球已经快要生病哦，交通啊什么？交通怎么做？施工的地方不要去哦。也许你要重新规划一下施工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？然后马路的时候不要乱走，也不要用跑的哦。好好规划一下，也许对后面交通就有影响。来。就是最近自然课有讲到说那个核废料的问题，就是会影响很深，所以如果是前人的话，我会再好好想一想，怎么可以再做重新审慎评估，就是找新的能源，找新的能源非常好，开发。我希望，好像听说在美国有一些人，就是那有一条街，然后那是美国第一家毒产品的那个大注射店哦，那你要做什么？然后那边全部都是游民哦，我希望他们可以找到家，然后不要再开发那个毒，不要再那个注射毒品了，是不是？当他们有家了之后，就不会再做那些事。而且他还有标示那个名字是注射，记得你们说的是哈。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当个好好的前人，我也是。然后呢？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，也许三十年以后，就像这些王爷爷种的一些樱花树，长大、长大、长大，开花了，对后面的人会有很好的影响。王爷爷种了这么多樱花树，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什么？樱花樱花饼干。饼干。刚刚我们做了樱花饼干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？吃樱花，可以享受樱花饼干。好，又是后人，吃我们的樱花饼干吧，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樱花饼干。你看像不像盛开的樱花？有哎，像哎。小朋友，今天听完王爷爷的故事之后，看到这个特制的点心，有没有觉得特别感动啊？啊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大力哥，你以后也可以像王爷爷一样，一边扫地一边许愿。记得帮我许愿，我要变得更漂亮。我也要，我要变得更聪明，我要长高一点。好了啦，你们够了没？大卫哥啊，是去扫地整理环境，才不是在那边变魔术嘞。哎，那大卫哥，你以后还会继续用额外的时间去打扫吗？会啊，反正已经习惯了。
哇，好棒哦！嗯，哎，小朋友要记得王爷爷的故事哦。嗯，阿达叔叔，我觉得王爷爷为了重视阿嬷的樱花道，嗯，你看哦，他这25年来不间断的种植了3000多棵的樱花树，哎，从一刚开始的育苗、栽种，到最后，哇！一整片的樱花道，多漂亮啊！所以你看，他做了这件事，而我们呢，可以享受去欣赏美丽的樱花。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要想想，我们也可以做那个所谓的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前者，有没有？我们做一些事情也能够影响到后面，就像王爷爷种这些树，他其实一直影响到现在。哎，没错，哎，这让我想到有一首歌，哎，什么歌？歌名叫做《爱的翅膀》，歌词当中就提到啦，在各处散播爱苗，就跟王爷爷一样，对，让那个爱不断的延续下去，不断的延续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。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下次阿达叔叔、萱蓉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。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